这真是太玄了。今天要教大家的是俩包。俩包意指的是当某人在某种交易上有意使出耍诈欺骗的行为而当场被抓到，我们称俩包。我们来看看以下的应用故事。胡子口罩哥种了一亩韭菜，每个韭菜根部都有编号，其中有一株特别的韭菜是92号。胡子口罩哥对来收割韭菜的农夫提出，只要在这一亩田割到92号的韭菜，就会送他15颗苹果。许多农夫不疑有他，纷纷来这里割韭菜。韭菜越割越多，其中有一位农夫不相信有92号韭菜，找来了山道猴子的朋友蹦哥，将这块地买了下来，并翻了个一遍，结果还真的没有发现编号92号的韭菜。众人们纷纷指责着口罩胡子哥骗他们来这里割韭菜，但胡子口罩哥不承认被俩包。对于消失的92号韭菜，胡子口罩哥也只能大喊太玄了。以上的应用让大家都学废了吗？关注我，让大家知道这个用词。控知识，每日分享新知识，我们下次见。